今天我想给大家试一下一个非常流行的3天减肥法，每天它的食材都不一样，然后我来测试一下，看一下我现在的体重。现在是早上刚洗完澡，洗完头，没吃早餐，来称一下。所以现在是刚好56公斤。早餐呢是一杯黑咖啡，真的好黑，好苦的。我买的是这个阿拉伯式的咖啡，黎巴嫩的咖啡，然后半颗西柚，一片面包，一勺花生酱，这昨天刚买的，待会舀一勺，铺到这个面包上面。这就是今天的早好饿餐。好饿，我真的好饿，好饿好饿好饿，我真的好三饿，次，好饿好饿好饿，我真的好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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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饿好饿好饿，我真的。然后去买，还有买2款材料，今天这个3天减肥法食谱当中还有2款材料我不具备，一个就是一个肉肠，还有就是金枪鱼罐头。想我去超市一趟，可能看到好看的衣服，顺便逛一下街也好。还有就是借此以打消我脑海中老想着吃什么的问题。看着吃的挺多的，其实也不是很多，就正常吧。但是它那个食材组合起来呢，就感觉饿得发晕。天哪，这才第一天，现在是下午1:45吃午餐，午餐少得可怜，就一片面包，还有又是一杯黑咖啡。好饿好饿，我真的好饿，好饿好饿好饿，我真的好三饿，次，好饿好饿好饿，我真的好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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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饿好饿好饿，我真的好。看一碗绿豆。这青豆，一个苹果，半根香蕉，冰淇淋，竟然有冰淇淋！冰淇淋能减肥，太幸福了。还有就是，他说的是3盎司肉，肉可以是鱼肉、鸡肉、牛肉。1盎司是28克，所以3盎司是将近90克。这个鱼是100克，差不多了。这就是今天的晚餐。我今天还运动了，因为今天是我的运动日。就是平时，就是每天一切活动照旧。今天就是我的运动日，我一般是做一天有氧，做一天无氧。今天就是做无氧，哇，真的是体会到了“不吃饱哪有力气减肥”的那句话。因为很饿，做运动的时候。提着那个哑铃都感觉要掉下来，实在是没力气抓不住。好饿好饿，我真的好饿，好饿好饿好饿，我真的二好三饿，次，好饿好饿好饿，我真的好饿，好饿好饿好饿，我真的好饿，好饿好饿好饿，我真的二好三饿，次，好饿。嗨，现在是中午时间，1:52，快2点了。好饿，好饿！我故意延长一点的，然后就不停的找事情来做，看视频了。看视频是最简单的，让我转移注意力，忘记这饥饿的感觉，真的超饿，感觉吃的太少了。然后今天是第二天，中午的食材有什么呢？一个鸡蛋，同样你可以用各种烹饪方法，然后是。那个 cottage cheese 芝士，cottage cheese，我觉得我这个应该就是 cottage cheese，因为它的特点呢就是比较白、比较软，然后车达芝士的话比较硬、比较偏黄。它是一片，但我这个很小哎，我就吃了2个这个取而代之了。
我买这个呢，是因为它长得很 Q 啊，你看，就这样打开，这个红的是辣哟，不能吃哟。哒哒哒，那剥开就露出乳白色的这个芝士了。三样呢，就是5片苏打饼干，买的这个是 Britain Dare。这是全麦的，全麦苏打饼，全麦苏打饼。我买这个还比较好，100克呢，热量是482大卡，脂肪是9.6，含蛋白质是1.11克。这是产自哪里呢？Contains wheat, soy and milk。哦，这是美国的，这是美国的一个牌子。2块芝士。好饿好饿，我真的好饿，好饿好饿好饿，我真的好饿，好饿好饿好饿，我真的好饿，好饿好饿好饿，我真的好饿。哇，这个好吃哎，这苏打饼真好吃，而且就是感觉是粗粮的，但是又不是那么的干。这饼干，我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好的饼干上面都有这么多洞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饼干的时候，就特别喜欢数一片饼干上有多少个洞。啊，现在是第三天早上，54.8。昨天55.7。将近瘦了1公斤，第二天到第三天，是第三天最后一顿，最后的晚餐，总共有三样：金枪鱼罐头一个，香蕉半根，还有就是 one scoop vanilla ice cream。过完今天我就挺过去啦，现在的感受就是好饿呀，好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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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没力气撑，那是浑身乏力，饿得我手指都有点发麻。除了感觉到好饿好饿，我真的好饿，好饿。早上好，起床了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54.1。就像你们看到的，三天我瘦了3.8斤，没有我期望的那么高。可能我本身也不是特胖，而且一直在健身，持续4个月了，但是那个体重一直就是稳定在55公斤到56公斤之间。所以呢，我想尝试一下这个减肥法来突破一下。没有我预期的那么高，才瘦了3.8斤。我期望的是至少瘦个5斤，因为真的饿呀，真的饿呀，非常饿，不是一般的饿。因为它这个减肥的原理呢，它喝咖啡，相对来说蛋白质的比例比较高，所以会提高你的新陈代谢，所以你应该消耗的就比平时吃的还要高一点点，但是同时你又压低了这个卡路里，大概每天才1000大卡的样子，这是比你的基础代谢的热量所需的热量还是要低的，所以肯定是会瘦的。但是因为这些食材的搭配，可能让你排泄比较顺畅，这点是我好的，这点是我喜欢的。还有就是觉得感觉皮肤也变好了，而这本来有个痘痘的，就硬生生的被我给饿瘦了这个痘。好，就这样分享给大家。
如果有兴趣的话，还是可以。